一点水水泡的。怎么点呢？用高清的镜头。嗯，你睇睇下个样。佢攞嚟照镜喎。我都攞嚟照镜。点解我下面凸咗出嚟，块面唔系平嘅？我下面有啲凸咗出嚟咁。啊、好像這裡即是下面這裡突了出來的，喜歡說話的，是嗎？不要緊，我沒有那麼壞，不開燈不要緊，我疼疼你、嗯、那下面突了出來，我就疼你這樣會嗎？我見人家漂亮的那些都是這樣，前面是平的，跟著下面是削回進去的，這樣的，我的前面是平的，跟著下面突了出來，跟那漂亮的反過來，不要這麼介懷，不要感覺搞錯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介紹一下，好像你這樣，你就平了，這個凸少少而已，我凸多多，不要緊的，個個人都不同的，個個天賦都不同的，你都明白，是不是？最重要的靈魂，是不知道啊？最重要的靈魂啊，更有靈魂，嗯，做得好靈魂。呢次最主要係修正啊，我哋嘅拍攝角度啊，修正我哋嘅拍攝角度。係啦，有一名真龍天子佛教。Thank you.